我想政府起多啲公共房屋。我哋想起多啲公园，种多啲树木。我想政府提升医疗水平。我想改善交通，方便出行。我想实现自己嘅梦想。唔好净系想，将你所想话我哋知。特区政府正系制定2018年财政年度施政报告，欢迎市民喺2017年10月25日前通过以下方式提出意见。